没有啊，没有忘记啊，你忘记，忘记，忘记，你给我几个机会，我要好好爱你，好不好？我一定会行。好的，这一集啊，我一直要你。你本来就不红了嘛，现在全国都认识你了。你开心了吧？你高兴了吧？你以为每个艺人都很好当吗？我看你以为有自己的老爸老妈撑腰就行了吗？ 你想，我想你也应该不用当兵，有特权呢，混球到了极点。像你这种公子哥，更应该去部队磨练磨练。嗯，社会会乱，很乱很多，往往是你们这些无所事事的公子哥在搞鬼。因为没工作，不用赚钱嘛，没有生活压力嘛，到时候出事再找你老爸老妈来撑腰，这就是社会乱象的循环。只能说你抗压性如此糟糕，连厚颜无耻 的在演艺圈生存也不容易吧？嗯，哎呀，你看了没有？真是，这个讲的蛮毒的哈。他可能去加拿大这么久才回来，还不会讲英文，他用 rap 跟你讲，不行啦，他会忘词。我靠！后面还写哦，说他忘词，他会崩溃。忘词，忘词，忘词，忘词。OK，看第三位，出来，忘词先生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 没错，因为上节目造成社会议题、演艺圈的奇男子就是余翔犬啦。忘词啊？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忘词啊。你忘词？忘词？忘词？没有啊。OK 了，没有了。刚开始受不了啊，多多少少。对，刚开始的时候受不了。其实我觉得，可是你们刚刚讲的这些，其实我都看过。可是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比较残忍。 因为像我们很小就在圈内，反正有时候会被人家骂什么怎么写一系也那么烂，而且我们在圈内也常被骂。对，那他们刚回国就要接受现在这整个环境的这样辱骂，对，这是受不了痛苦哦。其实我觉得讲到我是还好啦，嗯，不要讲家里。对，讲到我爸妈，因为我生下来就是我爸的儿子。对对，那其实对，其实我也我不能，没得选择。对，我没有办法，你说你很不想，不是，我觉得没有没有，我觉得很荣耀。 很荣幸，很荣幸，很荣幸可以当我爸的儿子，对不对？当初你是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当然背负了家庭。其实我跟你讲，你们不要以为什么当什么我们于大哥的儿子是很轻松愉快的，反而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在。真的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多辛苦，还要去助选。对，我现在还要助选。没有，可是我真的，我是鹦鹉啊！没有没有没有，可是我现在真的，我现在真的非常以我爸为荣，然后希望。 希望就是各位可以保护、爱护这颗榕树。今天有没有带女朋友来？今天没有啦，干嘛不带啊？那么正来的啦，你们为什么？我们上次也没有带。没有，你们上次有就是讲他，然后他妈看到了说你怎么这样，然后我那你再带来一次，我们再讲更大的。没有，那因为他妈说我迟疑了，迟疑是我迟疑了，迟疑不是你问我爱不爱他，因为我当场来现在给你一个平台，跟他妈说两句话开始。拜拜他。 阿布，你怎么又当了？迟疑啊！阿布，我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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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今晚你也差不见了，希望你有一个机会好好爱，好好照顾。阿你讲好，是阿你讲好。OK， 啊，我们要讲台语啊，因为他妈不会讲国语。哦，可是你跟他结婚了吗？没有啊，那为什么要讲阿布呢？因为够亲了。就是有这个希望，阿布不是那种阿姨的意思吗？阿姆，对呀，阿姆才是阿姆。哦，我讲错了，阿布是你妈哎，哦妈，拍姐，哎阿姆，拍姐，小林姐她喜欢她姐姐，没有。那像你们两位，有没有人家当面批评过你？我很想说有，但是真的没有。那你干嘛说有？好，不是，就是大家会觉得说，其实我。
感觉还蛮可爱的，嗯，就是蛮真诚的这样，所以是批评倒是还好。那个什么加拿大生活都被讲进去，哪有人这样讲？为什么你去加拿大那么久不会讲英文？我会讲英文啊！刚刚那边是你写的字，你现在就弄出来，我很像。我是要帮你，我会好不好？我会啊，我当然我 college 还有毕业。College 是 college hotel management college 就是学院，哇，好难的英文，饭店管理。Hotel management, I learned that stuff, you know. Okay. 什么东西？你不是英文不好，但是你讲英文调调就是这样。我调调是。是是。